应该是在不知道在哪儿。应该不在这边，我感觉。听到了，在这边。脚下，不要被谢谢正坐拥王城送的班卡，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，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止不前。谢谢大家送的小礼物，接近权力我会来到你身边，微笑面对危险，梦想成真不会遥远，鼓起勇气坚定向前，奇迹一定会出现。找桌子作为掩体卡一下的。然而可能就是因为前面起码打得太好了，所以说我们希望打得更好，就会打得比较急。懂什么意思吧？就希望那种秒天秒地秒空气的感觉，然后发现人太多，子弹不够，觉得捡枪的时间都是多余的。 OK， 我懂了我懂了，明白。头上都在三楼，三楼抢他人头，让他急，打他一两枪。这个我觉得算了，我们稳一手不冲他，好吧？我们要学会稳。他好像下到二楼了。哇，两个。这有点麻烦，有人在开门，是这么鬼？这三楼有一个。